国语有声善书。无极禅画院，南天虚元堂善书，皇母慈音，主祝仙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。本堂主席观恩师降，盛世今二月朔日，母娘临堂，命本堂福神十里外，命本堂城隍五里外公接一驾，其余神人持香功力接驾，不得失仪。许非穷仙姑降，盛世空怀己心，恋己容物，实可成就，修持之要就在于此也。又是母娘一驾，神人俯伏，不得失仪。无极皇母大天尊降，亦是诸贤卿及诸儿女免礼，亦是娘今日以虚怀若谷为题，提供诸儿女参言之。虚怀若谷，虚怀自己如竹节之中空，如山谷之空旷，能容万物。如谷怀育其大，当然就能更容其物。娘希诸儿女能悟练自己之心能如山谷之空，能习修自己之心能空，使能容天下之万物。否则只失而无法容物，那心永远是阻滞无用的。同时虚怀己心，可由容物之时机去深入体会仁慈义理的美妙。一个能虚之怀，其受益不止于此，更可接纳宇宙之祥和之气，以壮己身巫灵，即是亦有清灵之作用。诸儿女因未练习到此之地步，故不能深切体会其中之妙耳。今日提示，即是盼望诸儿女能朝此方向去练修，以为精进自己之依据，作为而后有机成道之根基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